台中来看，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位阿嬷吼，咱常讲啊，布施毋是有钱人的专利哦。阿嬷卖树灵藤吼，来趁钱，逐个月趁无一千块啊。年岁有啊，77岁哦，佫是咱主持人照顾吼。毋过阿嬷佫爱照顾伊破病查某囝吼，是钱爱心。爱情欠你用哦，不过伊昨算是将欠这真久的这个钱当啊吼，摕来租借台中分会，讲要管好租借，希望咱帮助搁啊济比搁啊艰苦的人。塞着菜篮，顶管拢是树林藤，经过老阿妈一步一步倒倒啊行，家己老嘞鸡鸭路化白。20块的糖啊，大部分的人也是无爱买。不过阿妈无放弃，嘛是继续化白。只不过阿妈脚疼，无法度行久，有时阵行行的，就要休困一下。足歹做啊，嘿，真是足歹做啦。哪天做到咁要哭出来？嘿，感觉食人佫无爱啊，嘿，阿妈真歹做啊，但是也做无啊。心理歹做，好佳哉有好心人，一口气交关真济。他们是很辛苦啊，他们这样出来，然后就是，而且又很老了。阿嬷一个月赚无1000块，阁有一个破病的查某囝要照顾。不过阿嬷真大方，知影日本受灾，就捐出滴公仔互助者。我捐安尼，我足欢喜的。我赚艰苦无紧，吼，做艰苦无紧，我较欠的，我就会当互艰苦人吼，安尼来生存安尼。阿嬷很不简单呢，阿嬷知道日本这样，然后还不到一个月，你看一个竹筒就存得满满的，重重的爱心在这里。滴公仔钱会当互阿嬷食几落顿，不过阿嬷袂烦恼家己无钱食饭，就是希望会当做一个修心向下的人。台新闻消息厅李月维台中报道。